让我们有请新晋时尚宠儿宋妍霏。哇，上才艺了，上才艺了。你就发没发现这个像镜子一样，是睁不开眼睛，完我们看人家感觉我们都如痴如醉的，其实就是睁不开眼睛。接下来让我们做一个节目，我推荐张一山来表演，他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跳舞非常非常的好看。哎，我看他有一首好汉歌也还不错。请吧好汉。怎么完全了？不是好汉歌唱给好汉，有什么不行的吗？救命！来来，我上过去了，上过去了。来一个杨，那你能一起唱？我好朋友，你陪我一起唱行吗？对，你这样让我不能。我在旁边给你，那 你在我这儿，我给你拍，我给你。大家一起吧。我给你拍节奏。哥，想从来预备啊，走。大哥想走了啊，天上星星参北斗啊，哎参北斗啊，想自重要一北斗。哎我的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嘿闯九州，嘿呀呀嘿，你这特别像在遛狗，我感觉。那你要我表演呢？谢谢。那就玩真心话大冒险吧。我要真让你上这里边游泳那一句，而且还得游蝶泳。如果你真的这样狠心的话，我就去。哇，你挺厉害呀、啊！那怎么样？牛都会吹啊！那就真心话大冒险吧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来，冒险大冒险！我来想吧。哎、或者让他从这儿游蛙泳游到那边。游蛙泳我行，来我看看你怎么游，我看看，先跳水，然后自由游，拉不过去呀、啊、哎呀游泳、哎、吗？哎，这是什么泳？这个是自由泳。自由泳，狗爬式。好了，你们要好好竞争哦，机会只有一次哦，看好你们哦。好，来吧。厉害。高能少年团。少年团。喂。哎。私下怎样？我们私下说，现在在录影，给我点面子好吗？剪掉，好，我明白了。剪掉啊，这一段。剪掉。积极一点。不要，来了。成一个女人可以吗？我们记得给他点面子，好吧？啊！比心。高能少年团，高能。加油！你们还能有机会的啊！
高腰能少年汪汪汪汪。我摸你来了，用脚，不能用脚，只能用手。那你要说所有人过去亲你一口才算，那这游戏该怎么玩？你再说一句话，我掐死你，行不行？我永远不可能让你成为我的队员的。没事，你们都没事，现在开始啊。你们都没事。